3月16日上午8点到12点开办假日门市服务，想利用假日报考机车驾照的乡亲可上监理服务网预约报名，额满为止，有需要的民众请尽早预约。也提醒初次考领机车驾照的乡亲，自107年12月起，需先完成初考领机车驾照安全讲习，才可以参加笔试及路考。讲习时间为上午8点20到10点20，请事先体检合格，并携带相关报名文件，务必于上午8点10分前到监理站3楼柜台完成报到手续。未于时限内完成报到者，即视同放弃预约资格，当日即无法参加考试。提醒有预约的考生特别留意。